要回去的，我们就查到。小东西饰品的时候，他怎么去操作？有木头的，有这种质感，这样很可爱。你看那网子绑起来的，还有这里的。老板，可以参观一下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随便参观。谢谢。参观用。哦，太好了。可以可以，可以拍照。可以吗？老板娘真好，可以拍照。对，哇，谢谢。你看里面的。你看里面的贝壳符号，对，贝壳的符号，然后呢，灯塔的符号都可以，变成你创作的素材，所以你就尽量收集哈。然后，像贝壳啊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哦，跟海洋有关的符号都可以变成你，大哥大姐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元素哈。其实它有很多可以融合的海洋元素，你可以另外再加工，或是直接拿它的产品来做一个海洋性的符号。是非常有特色的，所以我们才带各位来到这边哈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商品都用什么样的颜色，好色彩怎么处理，然后呢，使用的材质有哪一些？是贝壳类的、木头科的，还是金属的部分？其实都可以变成大家的灵感的来源哈。因为我上次做一件作品，我有来这边采购过哈，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。资料库哈，这边的元素还蛮有趣的哈，非常特别。那不要只看你的眼前哈，头顶上也有玄机哦。哦。你是第一次就可以看到。对，过来就看。是鸟
来看一下，还有地板上的彩绘，地上的彩绘哦，哈，两处地板上的彩绘，都是我们可以创意发想的元素。看看人家，学习人家的优点。我们要不要在这边拍？老板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照？我们要到下一站哦。好。应该怎么走？要该怎么走了？那我们今天在这两边太空了。